请到同样的位置吧。算是要准备打第一场比赛。好，对，一二三 ，Action。是不是有点僵硬？是不是？妈妈怎么了吗？这个怎么会？这个会被导演讲吗？嗯，那个导演一定会讲的。导演，你会？导演这有气势吗？哎，我感觉他手脚都有一点点，所以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再来一次？讲一次，来放松一点。太紧张了。如果马大哥你指导他，他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叫他放松，放松，而且霸气。这霸气是自然而生的，自然而然会来的，不要故意去装作，那不行的。自然走路你就很自然的走，可是那个霸气就会出来。那走的时候喉咙要喉咙没有什么关系啦，喉咙。曹佑宁来，再来一次哈，加油！一二三，走。有点在偷笑，我说不出来，他这个是打输球走出来。我觉得他是走要走进那个要去攻击的那个，他参加攻击。虽然眼泪还在眼睛里面，然后到那边是只想要拜拜。那上香了。曹佑宁应该不需要接受你的身材检验吧？他很瘦，我觉得没什么东西摸。有人警告你说今天来康熙会被女主持人摸吗？好像有。有人跟你这样讲？谁？朋友吧。所以你有你怎么回答你朋友？要摸就摸，没关系。那你觉得哪里值得摸？这边吧。右胸部吗？他特别指定右胸部，不是检查。好，请移驾到这边来。来来来。哦，我误会他了。有肉。他胸部是有肉的。哦。你是要针灸吗？那你用力。二四六，他有六块腹肌。真的吗？对。哇，然后他这边你看，这边还有筋。是。你这样，你看他这筋都会暴露。你看，然后你看。有，哎呦，瘦瘦的。你不是在验尸吧？你在干什么？所以从你那个身材是导演要你练的，还是？也不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打棒球啊，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基本的体能训练，然后重量训练。就是自然而然，大家就会有。所以最后很有气势走路那一幕有拍成功吗？那个拍到导演喊放饭，应该十几二十遍有吧。OK。最后有用吗？那最后也是没有。没有。对，因为那一场戏蛮大的，但是因为剧情需要吧，就整段都删掉。对。OK， 谢谢你合作，马大哥。这六个新人当中，如果只是看外表的话，你会对谁最感兴趣吗？大庆，大庆哈，所以就纯粹因为我跟他演过戏啊，他真的很厉害，也 okay, 有他眼神很厉害，很厉害的。请问你在当演员之前是什么职业？连接车司机。班表没有排好的话，很有可能会真的开到一半睡着吗？没有哎，因为我们的工作模式其实跟比方说跟基隆港口的一个模式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是砂石车。对，我是专门在砂石的，所以我在工作的一个场合是在那个苏花公路。那我的工作时间都是一大早，差不多四点就要起来了。起来，然后从花莲的和平载货，一直送到宜兰的苏澳，这样的一个过程，一天要跑三趟。哇！对，那三趟跑完的话，就已经跑了12个、13个小时了。所以回到家之前要把车子，稍微巡一下，有没有什么状况，免得明天会有状况。那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就才可以安心的回去睡觉。所以你们开的时候一定要喝保利达冰吗？是，提神。真的，大家都在喝哦。大家都在喝，对。驾驶座旁边可以有带女朋友来提神吗？等一下，你帮我怎么提神？这个厉害。怎么啦？哭了？想到前女友吗？怎么了？继续。不是哭吧？没有。哦 ，OK。没有，这两天有点身体不太好。OK。哦。所以我是说，除了保利达 P 之外，可以带开车的同伴吗？要带女生或什么的，我觉得会影响工作心情。对。那可以放很大声的音乐吗？但是我顶多会在
路过市区有槟榔摊的时候，然后去买跟槟榔西施聊一下天，买咖啡啊，然后买槟榔结冰水啊。其实我不是要吃槟榔的人，因为我不吃槟榔，所以你是要跟槟榔西施抬杠是不是？就是至少会瞄一下这样子，对，然后就你觉得当演员比较累还是开卡车？都有不同的累。大庆现在是单身吗？好像刚分手哎。所以就是这样就不可以自由窥妹啊，就是自由买槟榔。没啦，没那个心情啦。现在应该比卡车司机的时候更容易把到妹吧？我刚刚说了，就是比较没有想要把妹的一个。我刚刚跟你们说，你是说你要以家庭跟工作为重，是不是？对啊，了解。没有压力比较大，对。你是不是觉得主持人耳朵很硬？不过我回答也不错。OK， 好，欢迎各位哈，六位请坐。谢谢，谢依霖。抛开你的演员专业身份好了，好，对前面三个男生，我不用抛开我都可以。你还是没有交男朋友吗？你拍了那么多部戏，你现在应该很多人为了你的钱就是要拔你吧？可是他们也都很有钱呐。你在微博上跟一个男生亲嘴是怎么回事？什么？我们也可以更聊的。我们可以聊开，没有，因为我们就说我们。就是那是小时代的演员，然后就是说我们票房如果过5亿的话，我们就接吻这样。然后真的接了吗？嗯哼，舌嘴对嘴。没有没有，就是他亲我额头，我亲他喉头。这样有什么好玩？那是接吻啊。可是就是嘴对嘴嘛，还是蛮就是也算是吻。你喜欢他？没有，不算。你再给我翻白眼看看。但是蛮爽的，就等于他很帅。哪一型的？有比景荣帅吗？景荣是。壮 man， 然后他是那种花美男。所以《小时代》所有男演员当中，你最哈谁？柯震东吧。Why？ 没有，因为我跟他也熟，所以其实他个性我是比较好相处。好相处。摄影棚里面，从马大哥到娄导演，然后到那三个男生，这五个人。这样五个人、啊。如果五个男选的话，加我六个。曹佑宁，我刚刚就想说美哎。要测吗？可以吗？请啊！真的假的？你到他面前，你们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好？没经过曹，你要自己征求他同意。我没有办法。曹先生，你可以吗？他想要摸你的身体，也没有说想要啦，就是我是。你如果觉得不舒服，你也可以说不要。哦 ，OK 啊。你 OK？ 你谁都 OK？ 你这个人也太精明了。哎，以往他说 OK。因为我那时候看卡诺，我就觉得。大好き。那我去喽，谢谢。哎呀，你就做好就好了，你不用做任何事情。我该摸过了，你摸他肚子那边有。真的假的？我可以往下吗？啊？会痒会痒。你可以用力一点。有啦有啦。你有摸到六块吗？这边有一。一个缝，这边有一个缝，对，这边都有，这边有一些皱褶，很好，很好。这样高兴了吗？我够了，我够。OK。马大哥不摸一下吗？你要摸马大哥？不是，当这个当我孙女还可以。你最近跟周迅演戏了？对，听说很挫折吗？很挫折，因为那时候是震惊的戏剧吗？没有，算是爱情喜剧这样子。因为我也是很快，你刚才把衣服掀起来，你知道吗？太辛苦了。谢依霖自认扮丑第一名，谢惠泽当场扮丑即退。我跟他说，他这么会演，这辈子不可能演得过他。可是说到扮丑，你可能还赢他，他还要跟你学习。这是朋友吗？扮丑我很强，每个人都有专业。对，我很会扮丑啊，然后我就所以一到片场一个人。你